号英官方今天宣布已经签下了中锋亚历克斯莱恩。据之前报道，老鹰与莱恩签订的是一份2年850万美元的合同。2017-18 赛季，莱恩共为太阳出场69次，场均上场 20.2 分钟，能得到 8.5 分 7.5 个篮板。太阳官方今天宣布正式签回后卫伊凡亚卡南，合同细节并未公布。2017-18 赛季常规赛，卡南共为太阳出场19次，场均上场22分钟，得到 9.1 分 2.3 个篮板 ,4 个助攻 ,0.84 个抢断。今年2月1日卡南在与独行侠的比赛中左脚踝骨折，随后被太阳裁掉，步行者官方宣布正式与自由球员后卫 CJ 威尔考克斯签下一份双向合同，具体信息尚未透露。上赛季威尔考克斯与开拓者签下了双向合同，但没有为开拓者上场比赛过。威尔考克斯上一次出现在 NBA 赛场是在 2016-17 赛季，他代表魔术出场22次，场均上场 4.9 分钟，得到一分 0.5 篮板。今年夏天威尔考克斯代表步行者出战了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，场均能够得到 9.2 分 1.4 篮板，三分命中率高达 58.8%。 据 Sporting News 记者史奈勒美报道，凯尔特人已经跟后卫 PJ 多奇尔 PJ 都在了签订了一份双向合同。多奇尔是2017年 NBA 的落选秀，他在2017-18 赛季曾跟雷霆签订了一份双向合同，并为雷霆出战了两场 NBA 比赛，场均上场 1.5 分钟，得到一分 0.5 个篮板。上个月多奇尔代表雷霆征战了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，共出战了5场比赛，场均得到11分，投篮命中率为 52.2%。 独行侠官方今天宣布球队已经正式与中锋萨拉赫梅杰里完成了续约，合同细节并未公布。根据此前的报道，梅杰里与独行侠达成的是一份底薪协议。2017-18 赛季常规赛，梅杰里场均上场 12.0 分钟，能得到 3.5 分 4.0 篮板 1.1 盖帽。